默默无语两眼泪，耳边响起驼铃响，离别至。每到退伍季，歌曲驼铃在军营中响起，提醒老兵与战友分别的日子已经来临。这首由王丽萍作词作曲的《驼铃》原是电影《戴手铐的旅客》主题曲。1980年的一天，王丽萍接到了导演于洋的电话，请他为电影《戴手铐的旅客》创作音乐和主题插曲。这是王丽萍第一次写故事片插曲，她选择去摄制组所在的云南中缅边境宛丁体验生活。那个年代没有高速公路、高速铁路，从昆明到宛丁需要5天时间。王丽萍一边赶路，一边细细地琢磨着电影脚本。脚本中，公安战线老干部刘杰的痛苦经历和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性格，让他灵感迸发，用5天时间完成了《驼铃》的词曲创作。《驼铃》整体风格庄重凝练，在影片中起到了重要的承接作用。歌曲在两位战友分别之时响起，表达了两人在依依惜别时相互之间细心的叮咛和亲情的诉说。随着电影的播出，《驼铃》迅疾红遍了祖国各地，并因其表达的令人动容的离别之情、感人至深的战友之情，成为部队退伍时的首选演唱歌曲，传唱至今，经久不衰。站完最后一班岗，走完最后一次巡逻路，老兵告别军营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昔日入伍画面还历历在目。此时脱下军装，不知什么时候能再次和战友相见。老兵的眼里有不舍，有感慨，有坚毅。收拾好行囊，将一件件从军往事记在心里，他们即将踏上新的征程。战友